妙丽。对不起，忘记告诉你，因为你已经签约了，按照合约规定，公司给你配置私人的车子。私人专车？这么好，那我先回趟公寓。师傅，我们是不是走错路了？从这掉头回去吧。尉迟客，可能是我没有跟你说清楚。可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妈妈会出那场车祸？她说爸爸很爱她，那爸爸一定知道妈妈要离开她，那会不会因为这样，更想毁了她？我觉得你妈妈应该不会骗人的，可能是你误会了爸。证据呢？我要证据！我要她没有杀死白灵和我妈妈的证据，你懂吗？我就是证据。你知道吗？你们这赤裸裸的绑架！放我出去！尉迟，你冷静一点。这是两大公司的对决，我们只是小棋子而已，重要却又不重要。那有什么关系？只要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，也没什么好怕的。妙丽，你真的是实在是太可怕了！这一切都是阴谋，对吗？你干嘛这么说？我只是想帮你实现你的梦想而已，老板也是好意，你两边这样扯来扯去，早晚会出事情，所以才把你保护起来。尉迟，等事情都结束了，我们彻底打败空余传媒，你再现身好不好？你别给我讲这些什么狗屁道理！我告诉你，我已经背叛了 S， 你们已经赢了。再说，你们要是不相信我，干嘛还要签我呀？就是因为看中你，老板才签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组合已经拿到巨额的广告费了，所以在演唱会之前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。老板也要我转告你，他承诺我们两个只要安心在他这里待一年，他帮我们挺进一线。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红。妙丽，你知道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儿，我只是想报仇而已。我早就对明丽已经看透了，而且我爸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说。放我出去！尉迟，你冷静一点。演唱会之前，你就只能待在这，你就安心的休息。我每天都会来看你。妙丽，你放我出去！我觉得他可能出事了，他不会来了。
这孩子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？他可不能做对不起白总的事情。白总对我有恩，他一个人承受的太多了。叔叔，您能告诉我吗？我不想再这样下去。如果连妈妈和白灵的死，我都不能知道真相的话，那我真的活得太窝囊了。你们都是恶魔，但你们知道吗？这样只能毁了我。哦不，你们已经毁了我和玉芝哥。好吧，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们，希望所有事情还有挽回的机会。胖子，哎呀，睡着了也不盖被子。写信呢，给谁写的呀？会是写给我的道歉信吧？悠悠你好，还真是写给我的。对不起。我那天难为你，让你选择是我的错。对呀，那天不是瘦子让我选的吗？你说谁离开你，你就会选谁。说真的，我有点开心，因为我知道我肯定是离开你的人，而你的意思就是你会喜欢我。这死胖子怎么那么多愁善感啊？就是比赛输了吗？我看你敢离开我！哼！我最近知道了一个秘密，关于我的身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告诉你，你肯定会哈哈大笑。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，我其实就是吕翔，吕翔就是我。哎呀，所以我这个死胖子就要死了。吕翔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会更有机会。希望你们都能成为大明星。虽然他就是我，但是也希望你的那句戏言不会被忘记。我离开你了，你却还在心里选了我。我真是个阴险的胖子。可是，我喜欢你。事情是这样的，
喂，我想好了，我答应你，同意和你离婚。不过你也得答应我，你和他必须离开这儿，你们搬到国外去住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孩子们知道，因为我不希望他们会知道有你这样的一个母亲。我会说你心情不好，去国外度假。我不希望我们的事情去影响到他们的心理。我会走，但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没有办法面对你们所有的人，我离开。老婆，你放心啦，我会把老妈带回来的。我还等着我出道的时候，你们俩给我拍照呢。看我心一点吧。我吃饭了啊。别跳了，别跳了。老爸和老妈吵架，现在老妈闹着要出国。他们的事他们自己解决吧。你跟我走，我去把妈留下来。这次要出道了，不希望再因为别的事分心了。对你而言，家人不重要吗？啊，走吧。走不走？夫人，您能不能不要走？是百菲利让你来说服我的吗？不是，是我自己想求您的。白影和白灵不能没有妈妈，白总也不容易，他们都需要一个完整的家。已经不可能了，就算白菲利不介意我出轨，我也不可能说服自己留下来，我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。妈，你就跟我回家吧，好不好？你就当做什么都没发生，我相信老爸会原谅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百菲利安排的吗？跪让我在孩子面前出丑？不是不是，白夫人，白灵已经知道了，我们来就是想留住您的。对呀，妈，不关伯伯的事儿，是我自己要来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妈，你就跟我回家吧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美好的一家人，多好。我回不去。白夫人，咱们一步。这一切都怪我，是我把事情搞糟了。有时候我想，我就应该去坐一辈子牢，我心里自责，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。是白总谅解我，照顾我，可是我自己都要被我自己折磨疯了，连我的儿子都不相信我，那就是一场意外。调查报告、检查报告什么都有，要怪，怪我吧。我们知道，你怀疑我，我儿子也怀疑我。我自己也无法原谅，因为我的失误造成了你们一家人的分离。律师也承受不了内心的煎熬，只有白总，白总一个人在苦苦支撑着。我们都错了。不过说说，是我们错了，对不起。你不怪我吗？虽然我还是很想妈妈跟白灵，可是那就是一场意外啊。你真的相信我，
从看见你那么悲伤的进门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知道应该是自己错了。你们一路看我们长大，我们让你们失望了。现在必须得找到尉迟恪了。喂，尉迟恪，你们在哪儿？我们都等着你呢。尉迟恪，尉迟恪他出事了。什么？被绑架了？你们现在在哪儿？我们先去找你们。行，你在那待着别动啊。我要去救我的儿子，绝不能让这个 S 分崩离析。这是白总的愿望，也是白灵的愿望。叔叔，您先别着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。但是现在我们并不清楚尉迟恪那边的状况，也无法确定他是否安全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可能得分工合作一下。嗯，你说，我做什么？叔，我觉得你应该先把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告诉白总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，顺便告诉他，我们不会让 S 分崩离析的，让他放心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跟白总会合，然后找到你们。哎，那个还有。帮帮我儿子，他和他爹一样，没脑子。走吧。叔叔叔，你过来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舅舅，我现在还有别的事处理呢。你哥的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他现在得抑郁症了，要死要活的。不会吧？再说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他给我写了一封信啊，不过还没给我看，我是自己偷看的。哎呀，反正我现在特别担心他，我觉得他现在精神状态特别的差。哎呀，那封信你看了啊？哎，行了行，我不跟你在这说，你赶紧给我回去吧。哎，悠悠啊，放心吧，吕飞不会有事的。我这边尉迟恪被绑架了，所以我现在必须得去救他。被绑架了？那我也要去。你一个女的去什么？哎呀，我当然要跟你一块儿去，在哪儿啊？怎么被绑架了呢？啊？走吧。什么情况？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保尉迟恪的，这点你不用担心。我们父子俩这一路上尽是在给您添麻烦，白总，对不起。以后啊，别再对我说这种话了。这世界上，没有谁对不起谁，只有谁在乎谁。是因为你们先爱我，我才有这个能力去爱你们的。所以在我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尽我最大努力去帮助你们的。